国家环境局和公共卫生理事会启动公共厕所清洁运动，通过幽默诙谐的方式促使使用者养成保持厕所干净整洁的好习惯。另外，当局从去年11月到今年6月底展开调查，发现本地的公共厕所卫生状况有所改善，小贩中心、咖啡店、巴士转换站以及地铁站的厕所都比2年前的情况好。当中最清洁的依然是地铁站的厕所，在满分5分的评分当中获得了4.05，而得分最低的是咖啡店的厕所。